声乐团的成军十五年，啊，是由主唱怪头所率领的。那现在要介绍我们的吉他手，新一代的吉他手九六。他是毕业于成功大学，主修吉他。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摇滚嘟嘟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啊，这个吉他老师。去年国庆呢，一差一点就上台演奏了。主修钢琴，目前是成功大学以及新国管理学院的热门乐系指导老师。掌声一样来一下。华侨哈，那。